Hello， 我叫 Bobo。Hello， 我叫 Alice。Hello， 我叫 Sarin。咁我哋公司就成立咗十几年到嘅，咁我哋主要嘅业务就系室内设计连埋装修工程一条龙服务。咁呢位系两个 designer 啦，同埋我，咁其实我哋三个就主要系负责设计方面嘅，就因为我先生成立咗呢间公司啦。咁開始嗰時候就比較難請人，所以就入咗嚟做打雜。咁由打雜開始嘅，咁咧就多謝兩位同事啦。咁主要都係佢哋教我 design， 咁就學咗好多嘢。咁然之後都好多謝屋企人嘅，因為我有三個小朋友，咁我都好感恩有屋企人幫我湊住三個小朋友啦，所以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咁樣將啲時間心機放喺工作上。咁我喺呢間公司咧就做咗兩年幾啦，咁我就覺得公司嘅環境都唔錯嘅，又有健身室啊，又有波台啊，間唔中都可以娛樂下嘅。咁我哋公司嘅同事都好 nice 嘅。咁有陣時咧，老細會睇我啲圖噶嘛。咁佢如果見到有問題嘅話，都會同我講話要點樣改善啊咁樣嘅。咁佢都好樂意咁樣教我哋，有陣時仲會 group 埋我哋一齊咧。佢就喺個白板度啦，就好似老師咁樣教書咁樣教我哋咯。同埋會諗啲題目俾我哋，跟住要我哋諗下點樣解決咁樣咯。即可能而家啲客路都比較年輕，開始年輕化咯。即有啲都好後生夫婦咁樣嚟，所以就變咗佢有陣時佢哋都係咁後生嘅時候，都想揾翻個後生同佢哋一齊傾咯，因為大家有共同意識噶嘛。即你知㗎啦，即年輕人同年輕人就易啲溝通，冇代溝啦。係係。之前有個客咧就要求話紅色襯黃色，咁就比較兩個色跳得比較大嘅話咧，我哋就會俾翻啲意見佢啦。因為有陣時鮮紅色，佢話要 TV 櫃鮮紅色，咁真係我個人嘅意見就係唔好啦。但係當然我唔會好直接話唔好，但係個客最後我分析俾佢聽咧，或者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佢嘅時候咧，佢都會好樂意咁接受咯，同埋我又唔會話好 suppose 話要你一定要跟住我的要求，大家好似朋友咁傾偈咯，跟住傾傾下咧就會知道，哦，原來佢其實都有啲自己嘅意見嘅，大家即係可能最後傾出嚟嘅結果係大家都滿意。位于科学园，我哋成功配对咗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，欢迎准备装修嘅你透过上网或者电话向我哋提供基本嘅装修资料。Easy House 专员会因应客户嘅预算同埋装修风格，提供三间合适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公司上门答车。我哋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。在工程期間 ，Easy House 專員亦都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，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單位入面嘅狀況。所以快啲聯絡我哋 Easy House 啦！